好，我们持续来看到艺人林俊颖去年开着特斯拉载儿子，结果不慎自撞了分隔岛，发生车祸，导致他严重受伤。而休养多日之后，状况现在恢复的还不错，只不过最近又被捕捉到了。他独自开车到台北市中山区的一间餐厅跟朋友聚餐，虽然并不是开着特斯拉，但同样是电动车 BMW 电动车。巡逻员警就发现这林俊颖违规将车子停放在货车装卸的停车格，当场开出罚单。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